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登录游戏的时候，我发现迷你世界呢，它是更新了，它呢新增加了这个，它是一个皮肤，它这个皮肤的名字叫做柳仙啊，它是一个现实返场的皮肤。我们可以看到简述呢，说是这个皮肤呢是最后一次返场。以后不会再返场了，这个至于真假呢，这个不清楚。然后呢，再更新出了一个背饰，它是一个宝剑背饰，购买宝剑背饰赠送的是一个头像框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，我经常会从粉丝列表私信区和评论区抽我们的小伙伴送永久皮肤的，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，皮肤送到你仓库哦。发现呢，更新的这个月饼呢也是很不错的，它是一元购。然后这个月饼呢背在身上，我发现它好大呀，五仁月饼是月饼里面最好吃的一个口味啊。然后这个呢就是一把宝剑，当然喜欢这两个背饰的小伙伴呢被我抽到了，也是可以送给你的。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柳仙儿，它这个柳仙儿呢也是一款限定皮肤，喜欢这个小伙伴呢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，我来给小伙伴们抽的送一下这个柳仙儿的皮肤，记得喜欢的一定要点个关注哦。这个柳仙儿呢，我觉得它的外形呢可能是用的是嫦娥吧，我觉得它非常像嫦娥，因为它和嫦娥很像的一点在于它们都有小兔子，可是这个名字叫做柳仙儿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小楼呢也是非常漂亮的，我觉得它和柳仙儿颜值方面除了一个限定一个不限定之外，它们两个真的我感觉差距很小啊。好，这个柔柔女孩和紫月女孩大家喜欢的呢我也是会送的。